你有想过无？你当初无一场魔术社毕业公演，我甲你应该做伙一直一直到即马吧？若是我甲你真正足幸运，会当活到八十岁，安尼咱人生阁剩差不多三十年。好啦，就算咱小妹五年是都会平成定好啊，那至少阁有二十五年。因为若是咱人生阁想要一个选择机会，咱是毋是爱让选择甲家己上心爱、上介意人，牵手做伙，走过人生的时间？我甲你，咱两个人好好演一出戏，互厝里欢喜，好无？讲实在话，会当甲你做过人情阿婆，我已经就满足了。阿先，迄个时阵我若是去接你，咱是毋是有法得做伙？不管什么时阵，只要你出现。我甲想到底是啥物？是穿着某的公艳头，也是我都袂记古精灵的薄情郎。不管哪讲，这两个都是歹个想。哦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小说嫁你遮济年，事事行行拢以家庭为重。小说伊真正是一个好太太，这点我承认。但读高中的时阵，出一傲步，害得我甲美惠分手，所以我说，你是甲你较早女朋友美惠斗阵？是。这都以前，这三十年以前的代志啊，是有啥物天大的错误，未使原谅啊？本来应该是我甲美惠结婚的，爸，你看我，我已经四十八岁。我已经四十八岁了，我不想要浪费我的人生，我真正想要跟美惠做伙。人吃老，身躯边就要有伴，那叫做老伴，老伴，伴会用乌白淡掉吗？我已经四十八岁了，面对感情，这可真可怜，是我这世人上尾一个选择。那这届我真正想要选择，选择美惠做伙打拼。来做一个家己的手工果酱，好不好？等到有一天，你有家己的事业，你就有力量去追求你家己的生活。那安尼，我甲你也较有机会，会当做伙，是不是？三十年前的那支剑，真正不是我画的。你相信伊无骗你？你若是不相信我？你嘛会失去我。我当今日唔知影这件代志，我甲你即马上离开好无？你甲陆晴做伙时阵吼，那边大家拢有笑容。你若是真实想要甲陆晴做伙吼，我愿意成全你。每礼拜日暗时两点，我是婚姻的绿色。